国内多个地区再次实施行动管制，减少出门居家工作再次成为许多人的生活常态，而自我提升健康意识现在也变成了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这个 MCO 之下提升了大家的健康意识，忽然之间我很多产品卖断货，忽然之间我们的跑步机也卖断货，所以这些都是意识着我们对我们的健康生活的意识不断的提高。按摩椅的购买的年龄忽然之间年轻化了，以前我们可能说这些按摩椅啊只是老人家才需要的，现在不是，我们发现年轻化了，很年轻的都会来找按摩椅。疫情期间嘛，大家的压力会比较重了，尤其你在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一个 proper 的 working area， 在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会这边酸那边酸痛，比如说我一直比较习惯拿电话来看 email 的，在 MCO 期间我整个手真的很痛，其实这些疼痛是因为我们的姿势不对而引导出来的，如果我们要全面解决的话，我们还要一些促进血液循环啊，然后舒缓全身肌肉的东西，所以一步呢可能我们就会介绍你是否需要一个按摩椅在家里面给一家大小。冠病疫情笼罩全球，不少领域备受冲击，然而一些企业却靠着一直以来的坚持站稳市场。然而我们为什么能够立足，然后顾客还是继续的选择我们，然后25年我们还是市场上 number one， 不管是品牌还是市场占有率，我们还是 number one， 因为我们的品牌理念还有我们的企业文化，我们确保呢我们的每一个产品呢都是科技 number one， 就如我们的 AI Master Drive 按摩椅，它绝对是市场上第一张智能按摩椅。所谓的智能按摩椅，它是了解你的身体，而不是只是语音控制。很多就是语音控制，这个就是 AI。No， 它绝对是一个完全了解你的按摩机器人。因为呢，它一坐上去的时候，你不需要按任何的 button， 你只是握着那个 health tracker， health tracker 它就是跟你分析我们的整个健康的状况，就是说它知道我们哪里肩膀痛，或者我们的氧气够不够，或者我们哪里的肌肉比较紧绷，需要多点氧气，需要多点按摩。它分析了过后，它会从5000多个 program 里面，它会从中选择出适当我们身体的 program。所以你不会觉得，为什么有些按摩椅你坐得上去很痛一点，有些按摩椅不够力，对不对？但是这个呢，恰恰好，它是我们市场上最密集的一个按摩手法，精准到它可以抓毛笔来写字的，所以它的这个按摩机型呢是非常精准和特别的，所以能够深入到我们的身体穴位。我们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生产链的一个健康品牌 Wellness Brand Ogawa， 就是我们拥有研发、制造，然后品牌经营、销售到销售服务的一连串360度 cover 的一个品牌。我们品牌定位为高端智能健康品牌，所以我们就用着这两个概念呢，我们就把最优质的产品然后来分享给顾客。我们全球呢大概有整千个专柜，我们 existing 有20个国家里面呢都有我们的品牌，几乎全世界5大洲都有我们的品牌。我们会带进来更多的新产品。现在的顾客对这个按摩器材、按摩椅呢，他们的需求不好像以前，我只要便宜。现在不是，我要找到最适合的，我可以在家里面一家大小都可以享用到的。所以我们的导购员呢，就会依他们的需求介绍不同的按摩椅。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新的按摩椅，更优惠的价格，更特别的产品出来。在明年接下去的话，我们会开发更多新的品牌，带进更多的可以在家用的这个美容仪器。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去salon了嘛，我们担心嘛，对不对？所以这些呢，就在家里面顾客需要到的，我们会把它带进来。Ogawa 恭祝大家福到您家，牛来运转，大家只想健康生活，恭喜恭喜！